弦上，拿出康明斯438-4786喷油器，将喷油器油嘴朝着工具扳手杆方向横向放入工具中，并将工具的卡槽夹着喷油器壳体台阶上，逆时针旋转工具扳手杆，使喷油器中间体部分缓缓分离电磁阀。放入拆装工具中，将工具的卡槽夹着喷油器壳体台阶，顺时针旋转工具扳手杆，使喷油器中间体缓缓压入电磁阀。注意不要将喷油器壳体完全压入电磁阀，完全压入可能会导致喷油器内部的球座和阀座损坏。将显铁测量工具安装在喷油器电磁阀上，测量显铁生成，显铁生成数值在0.047·0.003毫米范围内属于正常，如果测量数值偏大，需顺时针方向轻微旋转拆装工具扳手杆，使喷油器壳体缓缓压入电磁阀，如果测量数值偏小，需逆时针方向轻微旋转拆装工具扳手杆，使喷油器壳体缓缓分离电磁阀。